不是，我这边非常模好糊。哦，所以刘律师说有点模糊哈，稍等一下，没关系，我们可以稍微做的调整哈。欢迎大家来到一周龙珠会的直播现场哈，看我们这个之前的调试就知道我们在直播哈。来，这里是洛杉矶华人新闻号视频的一周龙珠会。那么在每个周五，我们都会请刘龙珠律师来为大家做这个热点新闻的热辣点评。哎，在我线上的是刘龙珠律师，刘律师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是，感谢刘律师啊，今天来给我们分享这几个话题。那么，我想呢，这个做头发这件事情对刘律师来讲，应该是他非常想讲的哈。这个，所以我在跟刘律师讨论话题的时候，我们首先讲到的第一个标题就是这个。哎，所以是这样哈，刘律师，我想先请您还是给我们稍微讲一下这个佩洛西做头发这件事情，因为我个人来说哈，我只知道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我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好的，这个佩洛西呢，第男老太 Nancy Pelosi 属于民主党的党鞭。什么叫党鞭？大家就知道那个鞭子，对吧？你不对，好，来抽一鞭子，什么意思？就是他是民主党的老大，他是美国版的现代版的慈禧太后。大家就知道说 Nancy Pelosi 男老太的江湖地位。是武林至尊，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男老太作为民主党的老大，在公开场合大骂川普总统不顾公共安全，不戴口罩。结果男老太太自己不但不戴口罩，还偷偷跑去做头发，结果被抓了现行。我们川普总统到 Vegas 有一家这个色情俱乐部，叫做 The Act。这个色情俱乐部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它的卖点是什么？卖点是黄金浴。什么叫黄金浴？就是顾客和里面的服务人员，应该呢是年轻美女，互相朝对方撒尿。哦，这个，我是真不知道啊，真不知道啊，刘律师。大家知道，所以呢，这个黄金浴的最高境界不是黄金屋，是黄金浴。哎，那你呢是光头，成了黄光裕，成了首富。所以呢，现在大家知道。但是呢，很搞笑的是，川普总统后来呢，他之前那个律师 Michael Cohen，他呢写了一本书，说川普呢在这个现行俱乐部，然后呢，他现行俱乐部是以黄金屋出名的。但是呢，川普总统虽然多次出入现行俱乐部，为什么叫现行俱乐部？因为他的名字叫 The Act，英文里面叫 Caught in the Act，抓个现行。但川普总统从来没有被抓过现行，结果被抓了现行。为什么？他不但是有图有真相，他有视频有真相。他的视频是这个，是属于这个路人拍的吗？这个视频当时呢，是他这个本来这里面就有监控录像，监控录像。你看他从高处拍下来的。所以你看这个，我是孤陋寡闻了哈。这个，但是这个刘律师哈，有人说哈，这，还没有境界。所以就说。刘律师，有人说啊，这个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这个虽然这个佩洛西这个年岁已高，但是她依然是个女人呐、啊，她依然就是爱美啊。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会被人这样拿出来上了热搜呢？就说这一点是不是有一些别的你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这个呢，第一，在这个回答之前，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头发不能随便做，古今中外，男的都是死在头上，哎。老二手上，女的都是死在做头发上。所以刘律师，你现在这个没有头发这件事情，是不是你已经是未雨绸缪，以便是自己在成为伟大人物之前，哈，被人以做头发这件事情抓个现行？这个不信被你猜对。看来你这是哎深谋远虑啊，哎，所以但是佩洛西这件事情哈，就说闹得这么大，好像也没有想到啊，就说。就是当然了，我们说做头发有它这个不同的含义在哈，但是他如果说他真的只是去简单做个头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而且他现在好像是在说，是共和党在陷害他，是不是？对，这个有可能，因为为什么呢？当时他用了几十年的理发师，很有可能是共和党的奸细，哦，是间谍。有没有可能性？当然有，对吧？对吧？他完全可以拒绝嘛。他说你来帮我做个头发，给你200块，他完全可以拒绝。为什么不拒绝？为什么要答应？对吧？可能不止啊，我觉得可能不止200块啊。这个毕竟是美国的三号人物，做一个头发才200块，也未免太便宜了一点哈。那么这件事情哈，就是让民众，你觉得是对民众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来说，这里面有几点。第一点呢，就是说做头发本身没问题，它有问题在什么地方呢？至少对男老太来说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三藩市有明确法律规定，不准做头发，做头发是违法，嗯，对吧？所以呢，你要第一个要做头发就要违法，哪个法更重要？当然，男老太在他人里，他的头发比遵守法律更加重要。对，所以第一个他这个行为是违法的。那第二个问题呢？为什么大家对男老太曾立刻上了热搜？干过当年的李小璐，对吧？嗯、李小璐做头发上了热搜，我们男老太做头发同样也上了热搜。为什么？第二点主要是什么呢？太虚伪。哦，怎么讲呢？就是说你自己不戴口罩做头发，并且呢，他做的同时把川普骂的狗血喷头，说川普没有公众意识，不戴口罩置美国人民生命于不顾，然后自己呢偷偷摸摸做了个头发，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更让人觉得呢，真的就是大家知道什么人可以成为江湖接班人，什么人可以成为男老太，既做表子又立牌坊，既做头发。他牌坊怎么立？牌坊是我是被人陷害，我是无辜的。做头发的是你他妈要去做的，我怎么陷害你啊？嗯，对吧？意思吗？他为什么站出来说，我就把这头发做了？你们怎么立吧？你怎么说吧？至少我只是做了个头发，我没有给我老公破 Pelosi 戴绿帽子。对，只做头发不送帽子，不像你们中国的小李。头自己做头发倒还罢了，做完头发呢，可能呢有点这个湿，自己戴帽子好了，自己没戴帽子，给老公给贾乃亮送了顶帽子，结果贾乃亮跟李晨成了表兄弟。哎，这个你看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刘律师这里也就是寥寥几句哈。那么我们必须得说哈，这个Nancy Pelosi 他是这个目前是美国的三号人物，就是总统副总统，然后就是他了。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人物来说哈，这个哎有一个这样的想，我突然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就是说如果你说他虚伪的话，你觉得他是不是跟川普学的？有很多人认为川普也很虚伪啊，对不对？所以你们都是一个班子的，一个领导班子的，那你们就是应该是一样的呀。你觉得会不会给公众有这样的一个印象？我觉得不会，至少川普总统呢就非常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你们说枪绿葵就有副作用，老子一直是枪绿葵，我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感觉到副作用。嗯，对吧？我觉得这方面川普就非常的坦诚，非常的直接。另外一点呢，很多人觉得男老太是美国第三号人物，我不同意。我认为男老太实际上他现在的江湖地位，他在美国至少算第二号人物，这是第一个。哦，二号，并不是第二号，至少算，因为他是在美国，现在美国的这个政治圈子里面，他是唯一一个可以跟川普总统平起平坐的。他是民主党真正的江湖接班人。哦，拜登如果不是男老太点头，拜登不会成为民主党的候选人。那为什么男老太没有自己选总统？男老太这个因为这个做头发呢，他这个三个天要做一次，怕时间不够做总统，无法做。就是男老太最主要还是要做头发，所以放弃了美国总统的宝座。对，是的，因为为什么呢？其实呢，这个事情男老太有苦衷。为什么意思？男这个人有句话呢，叫做不怕丑女人，就怕男女人，对吧？就换句话说，再丑的女人，只要勤做头发，立刻成了美女。哎，要勤奋，什么都要勤奋哈，什么都要勤奋。就因为为什么男老太呢？可能有一次呢，忘了做头发，结果她老公呢是 Paul Pelosi， 是三藩市的一个亿万富翁。早上醒来之后，一看男老太，吓了一跳。就是说这是谁？怎么睡在我旁边？对吧？赶快出去！立刻把他摇醒，说 Who the fuck are you？ 对吧？看你老婆耳光，说 Have you lost your mind？ 对吧？开始争吵，就是为了避免这种夫妻矛盾，一下呢，把老公吓一跳，觉得说头发必须要做。看这个刘律师对这个夫妻的这个床围知识还是非常了解的哈，这个也是每天做出了深入的研究。所以现在刘律师哈，这个我们必须来讲一讲，讲到他肯定是跟大选有点关系。那么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就是我来说一个今天最新的事情，就是川普总统对于这些老兵哈，或者特别是一战阵亡的将士的这样的一个，在18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发言，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评价被这个爆出来了。所以你觉得这件事情哈，对于选情或者对于民主党来说，是不是件好事？
再来说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这个做头发这个事呢，我还是要再多说两句。意犹未尽，嗯，请讲。问题在讲，我去对女性，你这个不做头发，然后呢，被老公呢，被一下把老公吓到，早上夫妻争吵，做头发风险很大，因为什么？大家看到李小璐这个事件，当时呢没有做头发之前，对吧？然后呢是贾乃亮的夫人，做完头发之后成了前妻。我们这个Nancy Pelosi 也是的，没做头发之前，对吧？这个民主党还有一线生机，做完头发之后，民主党是死路一条，从死路一条。他为什么？随着男老太头上的头发一根一根的被剪掉、被梳理，民主党最后残存的一点一线生机被一点一点一点的堵上，现在里面是漆黑一片。您的意思就是说，男老太在之前是民主党的一线生机？对，最主要是什么？就是说他不做头发之前，我觉得民主党还是有一线生机，做完头发之后，让大家彻底认识到民主党就是一帮他妈的骗子啊，骗子。你如果骂川普总统，你说他不戴口罩，你不但不戴口罩，你还做头发，是第一个虚伪。第二个呢，被人家发现之后呢，没有泪流满面，对吧？道歉不止，然后呢说我是被人陷害，没有下跪，对吧？他不但没下跪，说我是被人陷害，理直气壮，我是被人陷害。所以为什么可以成为男老太，就能屈能伸。现在呢就是要伸，所以呢厚着脸皮要说谎，对吧？能屈，你之前的说跪就跪，虽然呢这个老腿也跪不动，强站着也跪了一下，最后呢跪下去，结果没站起来。所以人不能随便跪，跪下去容易，站起来不容易，可能你站不了。当然，这个我们记得上次这个佩洛西这个下跪之后，还是要人扶着才能站起来哈，毕竟这个年事已高啊。哎，我有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刘律师，就是说我们看民主党这，你看佩洛西是这个众院的院长，他也是民主党的一号人物哈，这个老大。然后呢，这个哈里斯，他现在是一个也是一个女性，他也成为了副总统的这个候选人。哎，所以是不是女性在民主党的地位就会比共和党要高呢？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不是女性在民主党的地位比那个在民主党地位更高。我觉得其实女性跟男性相比，女性其实是个高等动物。嗯，女性是高等的猴子。女性是高等的猴子，为什么？她不是差一点，不是差一点点。其实呢，很多女的看男的，就是看小孩子是一样的。你别看这个男的，哎，多么这个学识渊博。多么什么学富五车，什么智慧无边，在女的眼睛里面就是一个猴子跳来跳去，就是都是母性嘛。你一直说女性看男性都是母性居多吗？不是母性，就觉得这个都太简单哦，男人太肤浅，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哎，所以大家民主党这个事就很简单，因为英文里面呢有这个一句，准确讲呢是有个谚语，他谚语怎么说的呢？就是说女性呢，跟这个男的相比呢，就是中国一句话叫好男不跟女斗。好男不跟女斗呢，并不是你尊重女性，实际你斗你也斗不过，哦，对吧？所以大家要有这个认知啊。嗯，妹子，你看大家可以看到说孟姜女哭长城，这个长城这么长这么难建，建了几十年几百年，对吧？那里面多少人呢，这个每天累死累活，流血流汗，也没有加班薪水，然后很多人就得病了，然后累死了，长城下面是累累白骨，孟姜女上去哔哩吧啦一阵哭，长城哭倒了。嗯，所以孟姜女才能哭倒长城，孟姜女还是哭不倒的。孟姜女跑去过，被人一阵毒打还回去，哎，对吧？所以跟刘律师做这个节目也是有一段时间了哈。这个刘律师对女性是非常的尊重的，哎，这个是我认为这是很难得的哈。这个虽然有一些人是这个表面上说尊重女性，其实私下里不知道是做着什么样的勾当哈。但这里我必须要来跟刘律师，我们来说点正经的好不好？来说点选情好不好？就说现在哈，到底这件事情，其实我们认为现在很多事情其实对于两党来说，是不是杀伤力都没有那么强了？就是大家觉得，哎，我要喜欢川普，我就会选他呀；我要喜欢拜登，我就会选他，不会受到任何事情的影响。你认为现在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局势？那这道理很简单，情人眼里出西施。就并且呢，我说为什么呢？这么说，就是说很多呢，第一，女性，我觉得其实呢会选川普，女性其实不会选，因为是 Kamala Harris 是女的，女的就选女的。有句话叫做"女人何苦为难女人"，一有女人才会为难女人，因为什么？好男不跟女斗。嗯。明白对吧？所以呢，就像当年去他跟这个跟希拉里竞选的时候，
所有女性都会选川普，对吧？曾经是因为川普帅吗？不是，因为呢，他觉得川普实话实说。我觉得有三点：第一点，这次选情也是一样；第一点，他觉得川普选上对我有利，因为至少我了解的大部分女性呢都是中产阶级，川普选上我可以少交税，我有更多的工作机会。这是一个，我觉得女性这方面男的聪明多了，男的呢都傻不拉几的，什么理想啦，什么未来啦，什么国家利益，对吧？因为是那种呢高中没有毕业的，然后呢都每个搞了一个自己政治局常委似的，在一起每天开口这个国家这个南海形势，这个闭口美国大选，对吧？是这个意思吗？对，那女的在旁边呢微笑不语，觉得说我怎么嫁给这么傻的人？但没办法，对吧？小孩生了三个，觉得一辈子就死在你手上，嗯。换句话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为什么女性会选川普？第一，我觉得女性非常聪明，非常实际。女性，我选个总统，并不是什么对中国好、对美国好，跟我没关系。我选的怎么对我们家好？我们家怎么可以多赚钱？怎么可以多拿退税或者少交税，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很多女性觉得川普呢，他这个实在。他之前不是有个那个 video 说他直奔女性阴部的那么一个录影带，对吧？被放出来。对吧？怎么和女性交往？他的川普的答案就四个字：直奔阴部。我跟很多女生说，这么不尊重女性，他这你怎么能选他呢？我很惊讶，嗯，对吧？嗯，因为那时候呢，我还心地纯正，跟你们说，这个他说的没错。但是、哎，所以这四年，这个刘律师，你是这心地已经不纯正了吗？嗯，对，这个不是不纯正，所以让我呢更看清事情的真相，哎，人性的真谛。嗯，没错。然后第三点是什么呢？因为川普是男的，希拉里是女的。人家就想说，凭什么你要选美国总统，对吧？我到现在到我们公司累死累活干了20年，到现在连经理都没混上，凭什么你做总统？我都是女的，凭什么？对吧？他不服气，所以他坚决不选你啊。所以就女人就是有妒忌心，对不对？有攀比之心。我觉得不是妒忌心，这个实际上是女性的力量。因为什么很多人觉得上帝呢是男的？我觉得上帝不是。很多上帝一定是女的，因为什么呢？女的第一记性好，第二呢，她不但记性好，第二呢记仇，什么意思？有女的说，你还记得吗？一个女的，她看到你总是呢，这个处处为难，处处找麻烦，你实在不理解，你问她说，你为什么这样？她说你还记得10年之前你说我长得胖，我长得胖吗？你说我说过吗？她说你说过，对吧？对，穿的什么衣服都记得，哪个场景都记得，对，是记得清清楚楚，这个对不对？所以呢，就是第一。他的记性非常好，像上帝一样，像神一样，对吧？他记住你做的每一件坏事，他不但记住，并且呢，他有仇必报，嗯，对吧？就像是像这个，你如果做坏事，现在根据这个教义，你呢要下地狱。女性也是一样的，女性说你这个这第一我记住了，第二呢你之前说我胖，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对吧？他像这个报纸一样，在非洲草原上。看报纸呢，要准备把这个鹿吃了，但鹿呢太远不行，我跳出去鹿就跑了，我就很耐心的等你，等你走近，对吧？这一等可能等了10年，等了20年，大概差不多了。突然出击，一下咬死你。哎，大家千万要尊重女性，因为为什么？如果你不尊重，你就像非洲草原的鹿一样，被报纸咬死。对。所以这个，如果大家这个，我相信，如果刘律师要去参选美国总统的话，哈，您一定会有很多女性的选票，哈，这个这么如此的尊重女性，哈，这个歌颂女性，哎，但是这里必须要来问您，哈，这记得我们之前也曾经聊过，哈，就是关于这个副总统，民主党副总统的候选人贺锦丽这个事情，我们当时您是曾经说，哈，您是觉得就是说贺锦丽的这样的一个提名，可能为民主党或者是为拜登会带来一个反作用，现在好像看起来。似乎是这样，因为我们看到好像有一些这个人是因为这个拜登选了贺锦丽作为副总统，他们反而把这个票哈、反而丢掉了他的票。所以你觉得就是说这个情况哈、就是为什么？这应该是拜登没有想到的。这个很简单，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想拜登，我们已经有个黑人总统候选人，再来个贺锦丽，第二个黑人总统候选人，整了两个都黑人，所以不行。哦，但是也有。拜登说黑人呢，拜登第一说你们他妈不选我你就不是黑人，嗯，对吧？第二说拜登说这个电灯泡是那个黑人发明的、对，没错，说这个不是爱迪生发明的哈、这个是黑人发明的。哎，所以
我们都之前也说过，这个贺锦丽她这个未来可能会成，如果是这个拜登当选的话，她可能就是储君嘛。那么如果是拜登不能够做到这个四年的任期的话，可能就是贺锦丽来上位了哈。那么是不是有人会担心贺锦丽？一个是从政经验比较少，另外一个呢，对于她只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法律界哈，这一部分可能会比较强势。对于整个的大国外交啊，包括这个外交啊，对国际关系啊，她可能没有更多的经验，她毕竟还年轻。所以你觉得很多的选民是不是也会因为这个原因觉得她不适合成为储君？我觉得她不适合成为储君的最重要的理由是什么？是因为并贺锦丽第一，她是一个黑人，至少一半黑人，四舍五入就成了全部的黑人，对吧？这个印度跟牙买加本来看起来差不了多少，所以第一他是黑人。就之前我们已经有过黑人总统，这八年结果怎么样？大家看到了，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原因呢？为什么贺锦丽他挑选贺锦丽不是加分，而是减分？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贺锦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没有原则。哦，所以道德上是选民不可以接受的。对，很简单。我觉得实际上呢，真的选民呢，我觉得选民的一个大的基本盘实际上是保守派的白人，保守派的派人不会选贺锦丽。哦，了解了。本来他们选拜登，看到拜登觉得是自己人，后来一看贺锦丽，突然意识到这他们两个人里面没有一个是自己人。嗯，没错，确实。所以这个哈，这个接下来这个民主党的这样的一个选情或是怎么样哈，我们还要再看。因为之前我们觉得好像这个很多人都说川普总统连任无望哈，但是经过了两党大会之后，到今天好像似乎川普总统的这个民调有回升哦，而且这个好像选情有一点回转哈，所以接下来我们还要来继续的观察。但是说到这个两个候选人，我们必须来讲一讲他们上周的这个基诺沙之行哈。这个大家看到我们写了这个基诺